个小时左右的陪他买这个买那个，结束回去喽。Listen, wa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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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o. Hold on, stop, stop, bro. Oh, shit. 桌子还没搞定。Oh, no. 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你看这桌子，我都有现成的啊，店里特别多，还做了个效果图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我现在就把它打包寄过去。今天我要把这两张宜家的这个桌子，这是一个完整的，给大家看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宜家的桌子，然后这个是已经拆出了它的桌面，还有那个它的脚，我要把它给打包起来。这是它的脚，待会儿它还有四个脚放在一起，大概就这么厚，这么大一个箱，我包好用这个纸箱盖。为什么当时不在宜家给他买，为什么要回来还要寄过去，这不更麻烦吗？当时啊，我查了一下，那个这样同样的桌子的话，现在要90几块钱，加上税可能差接近100了，两张的话就是200。那我这边店里有很多，那我寄过去稍微打包一下，我就只运费只要30美金，我就可以把两张桌子隔天就送到他手上了，那不更好吗？省了100多块钱。漂亮的吧，是吧？方方正正，哎，称下重啊。然后做好 label 贴上去就可以寄了。43磅，43磅。
25，高度才5，又更小，好，马上做单。